承认吗？不一定啦，好不好？你会打电话跟人家讲，就两种，一种讲情况，一种是，好不好？对，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，有好吗？或是你娘的交响曲，好吗？好，大家接着说 ，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， 我只是打电话告诉你我爱你。Lowly， 啊，他没有介绍到哈。Lowly 呢，他是毕业于美国知名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，主修钢琴哦。他刚毕业回来，没有找不到。来点掌声好吗 ，Mr. Lowly。I just go